春夏季是孩子补钙的黄金期，我一周至少做三次含钙量高的食物给孩子吃。这种干裙带菜的含钙量特别高，是牛奶的十倍，一次只需一点点就可以泡发很多。经常吃裙带菜对孩子长个非常有帮助。锅中放入焯好水的排骨，两片姜片，家里有条件的多放点清水，扣盖小火煮40分钟，然后倒入玉米胡萝卜，再炖20分钟，最后再加裙带菜，大概再煮2-3分钟，接着放盐调味，撒上枸杞和葱花，这样做汤香味美又营养，孩子也特别爱喝。